消失的方块能挽回？由于人类的过度开采，钻石消失了，变成了乌金。我才不喜欢乌金呢，我要我的钻石回来。我选择挽回。这不是我新建的钻石房子吗？旁边的一尺岩浆是什么个意思？先进去瞧瞧。公主床，三层宝箱，钻石块地面，宝箱里闪亮亮的钻石套，确实是我的房子。难道是要我慷慨赴死？是让你把挖来的钻石全部还回去。原来是因为我们过度开采导致消失的。那我的钻石房子不要了，还给大地。至于这些从岩浆下取回的钻石装备武器，把它们都扔回岩浆里，这样子乌金就不会出现在迷你了。我好像回到这个世界里，原来的乌金变成了钻石，钻石挽回了。再去看看有什么方块消失了。我被羊驼生物入侵赶走的小猪，我说那天生存怎么到处都是羊驼，我要挽回羊驼。看着羊驼膘肥体粗，要不要考虑那点猪肉就不要了？那我还怎么包猪肉馅的饺子吃红烧肉啊？那就不吃了呗。你不吃我能不吃吗？外物入侵就是厉害呀、啊！这样下去我的猪肉就彻底没了。我要帮他一手，赶走外来生物入侵。兄弟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咱包羊驼馅的饺子，红烧羊驼肉？对哦，啊不对，羊驼肉膻得慌，谁爱吃谁吃去。我要自食保护猪肉。你听过西北羊肉不膻吗？不膻的羊肉那还能吃吗？我是熬不过你了。保护我方小猪成功，终于把羊驼给赶走了。还有什么方块消失了呢？是西瓜哎，西瓜经过了变异，宣传里面已经没有西瓜了。刺瓜，噎死我得了！我就不能让变异这种事情发生。这里是西瓜的内部，我就说说而已，不会真的让我治瓜病吧？你不是救死扶伤的大夫吗？专给人送最后一程。呸呸呸！治病不成，这治瓜我还不会吗？首先把这些刺给拔了，不就成了西瓜了吗？好有道理哦，就是病毒他答不答应啊？不管他答不答应，我给他连根拔喽。那你就死定了，被病毒包围，只能不停地在天空飞。那你说我会不会变成刺猬呢？进化成刺猬龙，谁见我不得绕路走啊？看来这些刺瓜病毒对恐龙不起作用啊，遗憾了。原有的西瓜它又回来了，最后消失的物种是蜘蛛，由于蝙蝠战胜了蜘蛛就被取代了。哎，你说这蝙蝠和平共存不行吗？非得灭绝个物种。大眼猪虽然不喜欢，但我更讨厌吸血的蝙蝠，看看需要如何挽回。不出所料，果然再进行一场世纪大战。我是本届大战的解说员，很明显蝙蝠是压倒性的败北。对吧，冒出个吸血鬼是怎么回事？难道蝙蝠是吸血鬼的化身？那我说这蜘蛛还是蜘蛛侠的化身呢，也是可以相信的。普通蜘蛛先拖住吸血鬼，找到变身蜘蛛侠，把它放出来。这局势开始逆转了。并没有，蜘蛛侠倒是给人送餐来了。你这么说，这蜘蛛侠还是打不过吸血鬼啦。毕竟蝙蝠也可能是蝙蝠侠嘛。说的挺有道理的吼，我已经无言以对。既然是吸血鬼，害怕的一定是阳光。你等着，我马上去呼叫阳光来，我晒死你们！一只晴天烟花过，万里无云，遍地火热。这下好了，吸血鬼是瞬间蒸发，而我们的蜘蛛还能够在阳光下生存。假如这些方块消失了，你们愿意挽回他们吗？